俊和，那他种的作物是荔枝，他想要请问阿宝老师，他的荔枝的新叶长成，他有附上照片，那都是长成的皱皱的样子，这是什么病？要如何防治呢？它的背面也会变成那个咖褐色的样子。来，这个荔枝哈，这通常那是这是真济吼，咱好朋友定爱知影，有个人讲啊，生鲜吼，所以这应该是是一种的一个吼，这新梢，那么也出现的一款吼，这是不是有的你看到吼，就是讲哎呀，这是不是有一个这种什么款的这白海这种 QQ 吼？那么这个基本上来讲吼，这得手呢咱所看到吼，就是讲。伫咱诶一个管理内底吼，即最主要吼，最主要就是讲，你若是即伊个叶啊会翻球嘛吼，啊有一点这样子，即个卷卷的吼啊后壁呢有一点啊变咖啡色即款呢，那么即个真容易吼来即个出现。那么即一般来讲吼，即通常是含咱即个你若是去互伊加着了伊个叶啊的。因为营养无拄好，爱 QQ 的，安尼叶片的这个扭曲变形吼，甚至有当时啊，伊会有咧变银白色、黄褐色、深褐色，最后呢有当时啊会翻乌吼。那么有造成这个长呢生长不良吼，这通常是咱伫这个有咧叫做锈螨吼，荔枝这个锈螨吼，锈标啥这种。那么，这个伊通常伫叶啊，会有这个问题，伫个管定义吧，你先生吼。那么，伫这个幼个吼，甚至呢，就拢有可能的这个这款的危害啦吼。所以呢，这基本上呢，可以很清楚吼，应该真清楚怎样着呢？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吼，这个应该是这个锈螨吼，锈类似这种红蜘蛛之类的一个。即款诶，即危害啦吼。那么伫遮就是讲，咱听众朋友，因为即有当时啊，伊即足细只，你真歹去看，大概很难啦。所以今年呢，即种小型诶，即个害虫呢，即个相当诶严重吼。所以呢，你会较容易吼来甲伊，一定爱做好防治吼。即今年呢，大概雨水少，所以即红蜘蛛即类诶吼。这个危害呢，就会特别的特别这个严重啊，你好。那么这种这个锈螨哈，这种锈标沙之类的哈，那么这物件就是讲，伊伫这个花幼叶哈，甚至幼果哈，这伊拢会去甲食，伊会去甲食伊个汁啊，食迄个汁呢同时伊会分泌一寡这种物件哈，伊会去刺激着。细胞表面的产生一个那种一种绒毛吼，伊这所以这幼叶啊吼，这危害了伊的这个色素的开始会变，尤其是叶啊后边有诶，伊安尼小块扑扑啊摇摇啊，伊这个变厚，叶啊较厚叶厚叶，有一个这个那种绒毛这种吼，伫这内底呢就开始，这开始会变色吼。那么这种就是咱咧讲的这个锈螨吼，这可食性硫磺粉，那是讲丁基加保护这类药啊呢。这拢会当来改，即个做防治啊，但是就是讲即个水啦，水呢一定要全好充足啊。那么基本上呢，即个水量一定要充足啊。这水若是有充足呢，通常伊的即个就呢，特价真好啊。就是水若是有够多咱伫即个广告上呢正伊的即个效果你用的即个效果会较好吼，比如讲。咱转药的时阵，这个效果呢就会好很多啊，呢，好、哦、啊，有的讲转什么药啊，什么药啊，什么药啊拢无效，上介重要的是一定爱这个水分要充足哈、哦，这药啊，丁基加保护哈、哦，是讲这滴药啊，靠后边面新红出来哈、哦，咱荔枝乃至滴这个较细长的时阵啦哈，就是讲。伊伫毋是较细长，伫伊开始咧透红即个时阵呢，较幼小即个中间吼，从即阵啊，即拢一定爱真细致吼。那么伊是一个真重要的即个海棠吼。有人伊会那从一种一个
乃至鳞茎吼，即有当时啊，叶啊个会增长吼，所以有诶叫做粽叶病，还是即个毛毡病吼。每一年三五月啊，即只只拢真容易来改即个产生。那么你啊较紧来改防治啊，无伊即卖若是伫即个果吼，你卖伊刷落去呢啊，你若是伫后边一个前蕊啊吼，那么伊通常伊迄个果呢，都可能都会去受到即个危害。啊，伊个危害就是讲，迄果呐叫接叶诶树枝吼。啊，伊迄个果实的变色，啊，这味的变正，啊，果肉的变安臭，啊，甲臭大臭大，甲味色甲味色，这通常的失去伊的，啊，失去掉伊的这商品价值吼，这咱伫这个管理上呢，一定爱稍来改这注意的吼、哦。那么这种这个有呢，啊，除了荔枝秀满以外，通常就是讲伫即阵嘛吼，除了这秀满，这通常够这个。啊，即、这个荔枝春象吼、哦，即赶快呢，药啊做回来用，比如讲啊，咱即阵咧防治吼，除了可食性硫磺粉，可食性硫磺粉效蛮有效，但是即、这个啊，即、这个荔枝春象就较无效，所以你通常就是讲用丁基加保夫吼、哦，啊加保夫加保利吼，即、哦、类的即个药啊，还是芬沙松吼，即拢会当啊轮流咧用，啊即对着咱啊伫即、这个有呢咧。使用吼会比较好一点点啦吼，你讲效果你啊较好小夸吼，这最重要是安尼吼，这互咱就是好朋友啊，你少做点这个参考吼，这爱较紧吼，啊甲做好这方面的这个防治，提供互你的管理上有一个了解吼。